家庭幸福美满的必备良药。你快给你包包。欢迎来到超好吃的频道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在开头的呢。啊，韩老板怎么还没来啊？不是说要带我们出去玩？对啊，啊，他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他都没讲。哎，来了，白色的。啊，走，快点走。哇，你怎么走那么快？哎，韩老板啊，哎，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啊？我带你去打台好了。打台？对啊，那么久没打台了。哎，我这么兴奋，结果是去打台。看，晚上走啦，打台啦，太久没打了没。那你到了再叫我睡一下好了。好，那你睡吧。好累啊。来，到了。是啊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桃园。我睡起来在桃园了，是怎样？会不会口渴？我很渴啊。很渴是不是？来，给我100块钱。睡了2个小时了，先给我100块钱。我没有百钞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赚出百钞来。没有百钞。哎，又是1000块。大老板就是不一样。我有，我只剩100块。那这个借一下。好，来。要喝什么？红茶拿铁。红茶拿铁。过了哦，叔叔。它是热的哦，不然就拿铁就好，也可以。冰的售完了。冰的卖太好了吧？那里面有制冰机。是。可是冰的卖完以后，它会先售完，所以我们要等着冰做好返回，然后我们等它一下好了。等喝一口你就知道了。看一下价格。35、40、45、35、30，没有一杯是超过50块钱。广告都是自己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也欢迎广告商。哎，想要跟我们合作，赶快来买。哦，所以他们也可以插入他们的广告哦。可以。哎，有冰的，来，给钱。红茶拿铁是不是？红茶拿铁，好的，好的。还要等31秒。对。像我们现在人在桃园的娃娃冰总动员的门口。娃娃冰。太甜了，我推甜了，对，看到没有？没有，他可以直接喝吧。你给我，哇，里面有碎冰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在用塑胶吸管，他这边直接一个口给你喝，冷的、热的都可以。来，先喝喝看好不好？星巴克。跟人在摇的概念是一样，而且它更省事。哦，好喝。他说我们今天来这里喝咖啡这样，还有玩游戏啊。出门跟我讲要打台，他没有跟我讲去哪里，要睡起来在桃园。重点是你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这个饮料真的好喝。我们今天就找台吗？找台。知道我们这个代表有几种吗？1、2，你要不要打开来看呢？17，要不要打开？免费外送，等一下还有免费外送哎。你也可以在远端看说你今天消了几杯，广告播送怎么样，经过的人的喜好，太智能的了，可以看出说这个区域的人最喜欢喝什么东西。很好啦，公牛味哦，爪音，已经开了。今天要把它全部扫台的话，应该是有一点难度了。它原料很多哎，不要这样害我啊！而且它不是从外面的水，还是他们自己搭的水，那卫生就好，凉就很不错喽。制冰机在这里，为了因应卫生的规范，对，所以都是现场制冰，不然会有菌，对不对？生菌数会太高，卫生。安全，不要开放那么久，而且它会自动清洗吗？远端按一下，它就自动清洗。对啊。全包就对了。丢了。
想用推的，把它推下去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哎呀！所以我帮他夹了这个东西，他应该是很有兴趣的，增进你夫妻俩的感情。这我们到底能播吗？可以。台湾几千块好夹子，我跟我妈说，他刚刚跟我讲话讲了50次，你好你狗的盖。对，他跟我说真可惜，差一点点的，跟我讲了50次，操你妈的保夹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东西没给你。喂，还有这么多呀？我收，收了。你就知道我夹的比你还多了哈。好，很棒，很棒。回来。喂喂喂喂喂喂！真的很烦呢。再把它挖出来啊！把我夹挖出来。No。哎呦，有机会哦。回去我们今天就干这个。想过这个东西哎，还不在我提醒你。刚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哎，直接挖上去对不对？找洞吧。卡住了，没有吧？送，再次高一点。他没够理你，先说话，我不喜欢你这样，够不了啦，够不了啦。好了，先答应他，来，有帮你好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啊！因为你们真的很厉害，棒啊！没什么，没有翻出货了。我最近真的超级缺货的，真的杂货超缺的，我杂货王哎。给我抽奖。还要运费，你在油图抽就好了，然后他完全都这样子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没关系啊。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以外，然后记得下面留言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喝到很好喝的饮料，那一台机器叫什么？总共5个字，帮我留言这5个字，抽这2个东西，2个人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卖假婚呐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来，你要拍，来，给你拍，换你拍，你那一只，来，你拍，我从头到尾的啊，来，快点，走，哎，下一只，来，你干嘛跟某人家走起来？太有点过分，我到底怎样？我还讲最后一句话，你在那边，让我讲完，你再这样子可以吗？